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来的图案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却成为我身体熟悉我的汗，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身旁，见了东西会什么不还？